都是上帝视角吗？因为你今天衣服穿得太辣。就是侧面。这个叫侧焦啊。真的叫侧焦吗？我发明的嘛，这样会比较让你有感受到，就是比较快。比较大家好，我是桑尼，中文可以叫想你。辣椒，好久不见。今天这一集呢比较特别一点，今天这集就是邀请到了曾经追过的女人，她的名字刚好也跟我一样，她叫做 Sunny， 中文可以叫她 Honey， Sunny， Bunny， Honey， Yeah， 欢迎我们 Sunny 出场呀！啊，哈哈，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。你是做什么？现在我是做主播跟行政助理。其实我也缺助理。好久不见了，最近还好吗？还好。过得怎么样？就那样。跟之前比还要更漂亮。谢谢。你不要这样嘛！那今天就是来邀请你喝酒，了解一下我们当初浪漫的感觉。先跟你干一杯啊！这冰块有点高，跟山一样。开始我们第一个问题，第一题就是问说，我当初追你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感受？我以为开玩笑的，所以我没有当真。后来觉得是真的之后，后来被推追踪之后，才知道是真的。那我要解释一下，不是因为说追不到就追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现在要追回来了。那你先喝吧。好。这个角度是上帝视角嘛？因为你今天衣服穿得太辣。第二题就是说，你有过自己坏坏的时候吗？就爱是最美，哦耶！那你也没想过说竟然会找你，一样吗？还好。有恋爱吗？没有。敬请我们下一题。OK， 换我们第三题。第三题就是说，想问一下桑尼，你有没有最喜欢的姿势？什么姿势？就是会来个蹦蹦，来个蹦蹦。就是侧面，这个叫侧焦啊，真的叫侧焦吗？我发明的嘛，这样会比较让你有感受到，就是比较快。比较背，躺着不是也比较好吗？死亡角度吗？死亡角度不会啊，就是面对面看着对方，哦，我看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恋爱的 feel。No， 可以侧面嘛？嗯，那我可能要侧面，我会被打。哦，没有，他会挡住我的帅气的脸。挡不住了。啊、我你就拿这个就好了。我挡在这边嘛。对。它又没了。没关系。还有。哦，你还有，我想说帮你加满啊。真的是大家说桑尼哥霸气。那你会害羞吗？怎样害羞？我看到你会害羞。要喝醉。哦，没有，是因为你的美让我陶醉，醉让我想要对你。下。喷出来不行。第四题，第四题就是说，你有没有过约跑步的经验啊？没有，但是喝完酒，可能刚好有好感的对象。笑屁、啊！没有，没有，我想开心。我很认真在讲。所以说你是属于那种，我跟你喝酒，然后突然觉得你有好感。为什么突然？就是本来就会有好感。然后喝了酒之后，气氛加温。这不算了，是这个也算了，不是我邀约的、啊，我是别人邀的，也没有，就是很突然啊。所以今天我邀约就是，我还没讲完呢、啊，你骗人家说会，对不对？啊，算了，我自己喝。你也太快就好了，那你就会脸红。那第五题就是说，当你有没有过刺激性的体验？你有吞过你的另一半？有，不是很恶臭。啊，当下怎么会想要去做？对方要求哇，对方要求你就照做。没有啊，对方求我。所以以后求你都有。不可以。那我求你。不可以。求你来吧。好热。不要，我帮你倒。太满了，太满了，太满了。没关系啦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醉，等一下我看到尼克星会在擂台上射精。射给我看。你想要看，我是不反对。喂喂。颜面不行，让你看看，让你看看。第六题比较重要，因为我觉得第六题可能跟我有一点关系。第六题就是说，你都怎么样啊？勾引喜欢的男生，欲擒故纵。难怪我会被你勾走。我被你勾了。哦哦哦，那你不用勾，你人之
直接站在我面前就勾住我了，哦，这是高招，哦，很厉害耶，直接被你整个魂魄都勾走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开心吗？不开心。不喜欢你？不行。还是喝酒？你干嘛是主角色？因为我有时候笑很容易大抽，有没有觉得我有一些转变变更帅？我觉得你以前好像比较好看。现在很丑是吗？不是，现在很憔悴，不知道经历了什么。你知道为什么说当初我会喜欢你？短头发。对，然后再加上你的眼神会勾啊，眼神比较容易勾住我的机器，哦，不是，比较容易勾住我的心啊，所以你是可以接受的。可以啊。哎，各位，我有机会了。是我不会答应。啊？多少？多少？你再讲一次，你刚刚讲什么？他里面 M 图。对上你的图，那个女生的卫生要盖上。我先看，我先看啊！我要幻想一下，我要去输那个戏，快点啦！早知道我都剃光了。不是跟你讲说叫你剃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不可以笑。但我要解释一下，快点啊！哎，这比脱裤子还难，知道吗？你是干啥？是一个屎！你要不要去植发？植什么发？我就剃光就好了。心灵有点受挫，就变成卫生棉发型。哎，你笑得很开心，你不是说你不会笑吗？这有什么好笑的啦？观众在哪里？所以你那个来的时候跟我讲一下，我头可以帮你垫一下。不会啊，这样我不快乐。难怪你都交了女朋友。可是我就喜欢你这一种。可是我不喜欢。OK， 第七题呢，就是说你最满意自己的身材是哪一个部分？腿吧，我的腿让我拍照好像长很高一样。那你知道我最满意你哪个部分吗？不想知道。全身上下。哦，很会讲。没事啊，就是我还是要给你知道，包括你的个性。那我直白一点。那我就喜欢直白。那不可能说完的。快乐，你看，那你为什么想喝？想喝是开玩笑，我是想喝尿。是我的屎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拉出来给你。如果你敢对着我拉屎，我就敢吃，敢不敢？超恶心的，你也要对着你。好。我要先说我没有那么变态。好，废话不多说了，进行我们的下一题。第八题就是说，你最多有几次在快乐的过程？三次吧。连续三次啊，这么厉害？那你当下是什么感受呢？很痛。为什么会痛？妹妹干掉。没事啊，我比较容易让你湿。一样，然后喝完。男生要体贴一点女生，我会帮你挡掉所有你不想喝的酒，不会让你出糗。他说要帮我挡所有的酒。当你 喝的酒，我都愿意为他挡下。接下来要怎么？你都敢讲了，要做到哎！我老了。对吗？你老了，我也爱你。有没有很开心？没有，还没喝酒就吐了。那我就对你没有，我开玩笑，差点要报警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桑尼哥帮你倒酒。谢谢桑尼哥，我是小弟，我愿意帮你苦喝水。没有，我开玩笑。所以我们爱爱的话也是效果。对，什么东西呀？所以可以有效果的爱爱。OK， 好。你想说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你看我的眼神很真挚，我以为你想要什么。那我可以先尿尿吗？你不能骗我，迅猛不是这样。屁呀！你明明就是，明明就这样。这样是怎样？你跟我这样啊？屁我了，喝几啦？大哥。哦。尿尿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第一次在丰南看到你的影片，失恋的那一段，那时候我想说，哎，这个人很帅。认识他没有比他帅，正常的吧。第九题比较屌，第九题就是说，桑尼有没有被内过呢？有。你玩这么大？我很控
好了，你要换，不要一样。我不是一样吗？一样。你又不知道我下一句要讲什么。他是沙弥，终于可以叫他爸，烙印在我的心里，你就像那可口的蜂蜜。吐。你吐，我要接。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比较重要，因为这关系到我跟沙弥之后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。虽然说他打枪了，也许是镜头前，也许镜头就不一样了。不要这样嘛！第十题就是说，你对我有没有什么感觉？对你的感受啊？没有，我现在就看你的乳沟。哦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这张不要剪进去。这个要剪进去，下流。下面一定会流啊！欣赏点粉，欣赏小酒店。再讲下去我晕船。那不是重点。OK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海豹腐乳。OK， 那今天很高兴我的女人，不是，今天很高兴我曾经深爱的女人愿意来我的节目。喜欢他的朋友们可以帮我追踪一下 Sunny， 也是跟我一样同名，叫做 Sunny。 那中文你们也可以叫他 Honey。